袋鼠蹦蹦跳挑战流程，两组依次开始比赛。少年需头顶盘子，以袋鼠跳的方式接力运输乒乓球。3分钟内，每组少年运输的乒乓球较多，则视为挑战成功。哎呀，放心，像寇聪这种人，跳一跳里边就不知道剩几个球了。我跟你说，徐申，不要小看我。Go！哎呀哎呀哎呀，全没了，全没了！哎呀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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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了，不用到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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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突然下我觉得我像个傻子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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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来呀，跳的时候没掉，到的时候全没倒进去。来啊，崔少鹏再试尝试。迈着他缓慢的步伐，哎呀，走两步，没病，走两步，哎哎，走，来来来，点头，哎哦，低头，哎呀，这个不错，全装进去了啊，你得使劲蹦，蹦，哎蹦，蹦，哎蹦，往前点，往前点，往前点，看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，没，哎，再往前点，再往前点。啊，你看啊，等会儿工钱没了啊，还不努力点。95个。哎呀，要跳要跳哦，谁说一定要跳了？真的袋鼠跳。对，